You are watching Toys TV.好，跟住嚟咧，我哋今屆嘅動漫展咧，咁啊大家聽到啦，已經係即係非常之豐富啊！咁啊，咁啊，分享咧，其實陸續有嚟啦。咁今次嚟咧，我哋今屆嘅重點之一啊，可以話咧就係第三屆嘅潮具展咧，藝術玩具展啦。咁啊，我哋咧都咧有請咧就係潮具展藝術玩具展啦，藝術家伴安同行作品展。嘉年華45周年玩轉藝術品利展嘅策劃單位咧，原創作咧 Mr. Vincent Ma咧，馬生咧，咁啊同我哋喺台上咧係分享下咧今屆展覽上面咧嘅精彩內容啦，係啦，見到呢現場咧有埋一啲嘅係啦製成品喺度咁樣啦，呢個時間有請馬生。Hello， 大家好。首先多謝你祝福啦，動漫節啦，其實支持。 支持咗我哋做原创设计嘅好多年，咁今年其实真系我哋潮具展咧，真系会有好丰富嘅节目咯。咁基本上我哋花咗3年时间去筹备，其实一直都系唔通一关。咁我哋冇懒落嚟，我哋系不断去令到外面嘅设计师对我哋潮具展嘅信任。我哋系用咗2年时间去将佢哋嘅作品不断喺每一年嘅潮具展，虽然唔通关。 但我哋會展示佢嘅作品，直至到今年通關啊！我哋好榮幸，多咗好多其他國家嘅設計師去支持今次潮具獎嘅一個玩具會，嘅一個好大型嘅一個展覽。咁其實基本上連埋香港設計師咧，都起碼超過50個攤位喺潮具獎裏面啦。咁我首先講 我哋有29位嘅設計師啊，分別有法國啦、中國啦、日本、韓國、馬來西亞、泰國，同埋我哋香港嘅設計師係親自喺潮具獎裏面同大家見面。同埋我哋好特別咧，就係為咗紀念佢哋，唔係紀念啦，就好似即係歡迎佢哋嚟。 歡迎佢哋嚟到香港呢邊親身咧，咁我哋特別設計咗套 postcard， 裏面有44張嘅。其實44張裏面咧，全部你都喺會場裏面咧可以揾到啲設計師親身簽名，同埋佢哋每一個單位咧，我哋會劃分一個畫畫區俾佢哋，因為佢哋好中意去介紹，除咗佢哋玩具之外咧，佢哋都展示自己嘅手繪嘅作品。 佢哋每一手繪嘅作品咧，如果大家喜歡嘅咧，亦都可以係喺會場裏面同佢哋預購。咁呢個其實一個好難得嘅機會，係除咗佢哋親身過嚟之外，你亦都睇到佢哋嘅作品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呢套 postcard 咧，其實咧我哋係會現場裏面咧有部分咧係現場可以發售嘅。咁希望有一啲觀眾咧入場嘅時候。 完全唔認識我哋潮玩嘅設計師，佢一去到見到成個會場潮具獎裏面，發現好多設計師嘅作品，佢哋都好喜歡。咁我哋預留咗一小部分嘅 postcard 咧喺會場，佢哋即時買到，即時就可以揾到啲設計師簽名。咁另外咧，我就好開心，就每一年咧，我哋潮具獎咧亦都能夠得到一啲品牌嘅信任啦。咁我哋做咗一啲咧，就係希望同啲設計師同品牌互動嘅一啲展覽啦。 咁我哋就好高興得到Montreux咧呢個品牌去支持啦，佢哋今年50周年。咁我哋喺會場裏面咧，我哋亦都邀請咗香港、日本、台灣、馬來西亞、泰國、韓國、中國嘅設計師咧，去畫每一隻Montreux，因為佢50周年啦，裏面我哋展出嘅超過50件嘅手繪嘅Montreux嘅作品咧，會喺演會。 會場裏面咧，除咗一個好靚嘅攤位展示之外咧，大家亦都可以收留佢哋嘅作品。咁另外咧，就亦都好高興得到咖啡貓啦，呢啲咧嘅支持啦，因為其實每一年佢都去拍牌，我哋嘅股成功。咁今年咧，咖啡貓咧亦都係佢好似係45周年嘅一個紀念啦。咁變咗咧，我哋亦都特登。 我設計咗一隻好搞笑嘅碟，希望佢哋用一個藝術咧喺個碟裏面，咖啡貓就喺只碟裏面咧咬一啖嘅。
咁因為咩原因咧？就係話我哋係玩呢個藝術品味，咁咖啡貓咧就好中意只店，所以咧見到只店咧就咬咗一啖。所以其實每一個設計師咧喺呢個浮雕嘅店裏邊咧，發揮佢哋嘅創意咧，咁有啲咧其實佢哋成隻碟前後都畫曬嘅，所以其實呢隻碟咧其實好難得，亦都係你大家可以嚟到睇展覽之外，亦都可以收藏咗呢啲咁珍貴嘅碟。咁呢三樣嘢 postcard、咖啡貓同埋 Montage 咧，亦都係今年潮佢獎重點嘅一個展覽咯。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我哋第14屆嘅 Figure 嗰個比賽，今年亦都多咗好多唔同地方參加。同埋作品嘅水準咧，係今年係特別高，咁變咗咧，大家入到現場裏邊咧，亦都睇到一啲你哋比較眼前一亮，係關於海洋嘅一啲創作嘅一啲figure 作品咯。咁基本上潮巨像裏邊嘅一啲比較有特色嘅一啲作品咧，希望大家入場可以欣賞得到，同埋可以親身同設計師去接觸，同埋我哋會搞一啲簽名嘅一啲活動啦，同埋現場嘅 live drawing 啦，同埋一啲設計師嘅講座啦，我哋亦都安排咗一啲一個小舞台俾佢哋做一個展示講座嘅，亦都會安排有部分嘅設計師我哋有翻譯嘅，咁歡迎你哋咧按時間咧去支持佢哋嘅一啲講座或者 live painting 嘅展覽啦。咁借住少少時間啦，我亦都介紹我自己原創作啦。因為原創作其實今年咧就係當然冇話黃老師啊黃龍先生咁悠久歷史啦。我原創作今年就踏入潮玩界嘅第18年啦，就係、是雖然唔係長，但十八年裏邊咧亦都係孕育咗自己好多唔同嘅角色啦。咁其實平時我都好少喺一個呢場合去介紹自己作品，因為今年點解特別咧，就係因為咁多設計師嚟到香港，我亦都希望我自己嘅設計咧同佢哋多啲交流，所以我用一個全新嘅一個設計，同我十八年嘅原人咧係完全係扭曲咗嘅。因為經過3年嘅疫情咧，我自己反思我所有嘅設計，咁我就用一個新嘅概念叫喪屍。喪屍咧係一個喪嘅一個設計師，去到一個年紀咧，佢會諗嘅嘢係比較顛覆啲。咁屍咧就一個思想。咁呢個喪屍嘅成個 concept 咧，我就做咗一個叫喪屍博物館。今年喺動漫節裏面，咁成個咧就會係大家睇到我嘅畫作啦，我嘅全新設計嘅 figure 啦，包括呢個我嘅博物館嘅管理人叫阿爽。其實咧，去到我哋而家做創作咧，基本上咧，我希望每一個創作咧嚟緊嘅創作咧，就唔會有一個界定嘅，即係希望自己好爽，做得好爽。每一個合作，每一個單位同我一齊做嘢嘅，都會覺得好爽先。如果唔爽咧，唔好玩啦。咁變咗就會係咁啦。同埋第一隻我18周年嘅一隻作品咧，叫阿彩，佢叫好彩。因為其實18年裏面，我真係好好彩，得到好多朋友，好多動漫界啊，好多 figure 界啊，好多玩具界嘅朋友，真係支持我嘅作品。所以我第一隻作品咧，就叫阿彩，就咁、是、嘅意思。咁我哋下一組。咁今年咧亦都係得到Moss 嘅邀請啦，其實已經做咗而家呢個踏入第4隻嘅鐵甲萬納永真豪老師就好喜歡用咗我喪屍嘅一個 concept 去做嘅。咁今年會場咧就會有限量版，就做咗80隻，會場只係得50隻發售啫。咁就用咗我啲畫嘅一啲顏色嘅元素去設計咗呢個喪屍嘅鐵甲萬納咯。咁現場你會見到就係呢一隻嘅公仔。咁另外我就會用個 concept 咧，就會俾同年青人貼近啲，做咗一系列嘅喪屍嘅 T-shirt。咁你現場咧見到我啲畫，再加埋我啲 T-shirt 咧，係會有 concept 嘅。呢個 concept 咧就係大家嚟到睇我啲畫咧，我就會有一啲令到大家會有啲回想，諗翻起一啲喪失咗嘅一啲諗法。其實個諗法就係我18年裏面嘅創作就係愛、珍惜同埋傳承呢三樣好重要嘅嘢。我就放曬喺呢個喪屍博物館裏邊。咁我下張，咁呢個咧就係我18年前第一個作品，叫 Jungle 嘅一員人，亦都去過南極，由李老師博士帶過去。所以十八年嘅一個紀念作品咧，我都想用呢隻Jungle 變成一個喪屍嘅一個 Jungle 嘅 art piece。咁就係會喺會場裏邊咧，就係
手動護光，同埋會有一個下個十隻嘅作品作出嚟嘅。咁另外咧，呢九張畫咧，基本上就係、其實我畫有好多張，我會揀選咗比較同動漫有關係嘅一啲設計，放喺今年動漫節裏面。其實每一張畫咧都會有一個 message 嘅，咁你就去到會場裏面喺 A20 嘅攤位咧，希望大家慢慢欣賞所有嘅作品。咁基本上除咗咁精彩嘅潮流像嘅節目咧，大家會睇到每一個作品咧，其實咧都係佢哋設計師嘅手繪啦、手畫噶啦。咁每一個都係最多一隻款式同埋兩隻嘅作品嘅啫，所以係極限量、極難收藏。咁通常咧，去年嘅經驗咧，一開場咧就差唔多賣咗80%。所以希望大家踴躍去入場去支持Montreux同埋咖啡貓呢個展覽，多謝大家。好，唔該曬，文生。有請咧就係嚟自 HKJC Toys Limited 嘅會長Miss Emily Zhang 咧，埋到我哋台上揾你支持，有請 Emily。好，各位，Hello， 各位全部朋友。HK 三 C 其實2015年咧就成立嘅啦，我哋全部都係玩具設計師啦，唔係玩具廠家嚟嘅。咁我哋喺前幾年我哋已經開始參與呢個動漫節啦。咁啊，今年咧我哋都有11位嘅會員咧參加嘅。咁包括咧就係咁我哋咧包括咧就有我哋新 Pop Rise 啦、Sunrise 啦、同埋 Brick House 啦、Serums 啦、Yoga Park 啦，同埋我哋一啲Kiki Luna 啦，咁 which 我哋有啲都係啲 license 嘅產品嘅，咁啊呢個係我哋舊年咧，我哋HK 三 C 嘅會員啦，我哋 Kiki Luna 嘅卡通片啦，都係呢啲嘅授權嚟嘅。唔該，田記。係。好啊，咁跟住另外咧，你見到呢個咧就係 Zero 嘅，因為 Zero 咧呢個產品咧，今年你見到一個好特別嘅呢個小木偶啦，咁啊其實佢另外仲有好多咧，我哋都係一啲好特別嘅呢啲潮玩嘅產品嚟嘅。咁另外五二胎生就係我哋其中一個會員啦 ，Freak House 嘅一個產品嚟嘅，咁又都有一啲佢今期嘅新嘅玩具啦。咁新 Freak House 咧都攞咗咒術迴戰同埋一啲咧而家好興嘅日漫嘅卡通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潮玩咧。當日咧我哋都有特別有發售嘅。咁另外 Yoga Park 啦 ，Yoga Park 今日又見我哋 Transformer 啦，呢一個系列咧都會喺我哋今次個展覽咧都會有啲新嘅產品都會出現嘅。咁另外前三個大家除咗喺外國嘅 IP 之外，諗有一啲係國潮嘅三國嘅品牌嘅產品咧，都會有喺度展示到嘅。好啦，咁呢個就係創新華嘅系列啦。咁另外呢個咧就係 Sunrise 嘅呢啲授權產品，除咗頭先講嘅嗰啲大嗰啲 figure 之外咧，其實佢仲有一啲小嘅禮品咧，都可以喺現場可以買到嘅。咁咧要先到先得快啲，因為我哋舊年好快啦，咁開售第一、第二日已經好多都賣曬，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做啲。咁另外一個新嘅 license 咧，即係 Ogre 啦，就 Echo 翻頭先啊 ，Media Link which 我哋都係佢哋 license 嚟嘅。咁另外 Kiki Luna 啦，都係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呢、這個都係一個新嘅卡通動漫，都喺香港啦，同埋喺國外其他地方咧，都 under Media Link 嘅一個 IP 嚟。咁另外有啲會員咧係做一啲 DIY 嘅手作啦，我哋叫 Color 圖，咁呢度咧亦都有唔同嘅DIY 嘅 kit 咧，到時可以買。咁所以我哋其實除咗有 Kidups 嘅產品咧，其實 HK 三 C 嘅會員咧亦都有小朋友一啲創作嘅產品同埋小朋友嘅 IP 產品嘅。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帶嚟呢啲展品咧，其實都會之後喺隔年都會再 show 啦，可以大家再去影相嘅。咁首先多謝咁多位全部朋友啦，同埋呢個動漫設嘅主辦單位，好唔該曬。好，唔該曬，掌聲歡迎嘅就係嚟自咧就係 Tiny Memory Limited 嘅 founder 啊嘛 ，Mr. Steven 啊嘛，轉頭咧咁啊就會聽到咧咁啊係啦，阿田生咧同我哋分享下究竟佢哋嘅展品係大家對佢嘅產品都係嘅非常之愛戴嘅香港人啊，好有請田生。
係啊，各位傳媒朋友，阿 Cindy 啦，同埋各位嘉賓，咁好高興今日講下我哋公司 Tiny 微影嘅一個新 crossover。咁好多謝粵港澳大灣文動漫文化協會阿 Cindy 啦，佢哋嘅支持啦，係啦，咁令到我哋一啲今次介紹啲嘢咧，係過去23屆，今次第24屆嘅 ACG 係過去23。都沒有出現過的，那是什麼呢？那開股了。那剛才 CP 都提過一個互動，是的，那過去這麼多年呢，其實呢都很多很多參與的攤位，譬如各位策劃師，或者是各位的同仁師的一些參展商呢，其實呢都缺乏了一個職場，將自己的作品可以印出來，印完出嚟咧，可以俾翻譬如漫畫家啊、插畫師咧，即場可以簽翻名嘅一個機會。咁所以今次咧我哋係帶嚟一個幾特別嘅。咁我哋喺全場咧會有3個好似一個攤位，係啦。咁會喺全場嘅3個角落頭啦。咁係俾大家咧喺個機裏邊咧可以即場可以印製 T 恤啦、tote bag 啦、襟章啦、磁石貼啦，同埋一個杯嘅。咁有點樣做呢？就係喺架機度可以自己設計啊，揀啱自己嘅 T 恤 size 係啦，咁咧就可以落單㗎啦。而我哋個製作中心咧就喺場裏邊咧係攞咗4個數碼嘅印刷嘅機器咧，係可以即場同大家可以印一啲動漫嘅創作嘅一啲產品啦。咁啊即時咧亦都可以喺個會場裏邊攞嘅。咁而一啲譬如 iPhone 殼啊，一啲好一些很受歡迎的一些其他的用品生活用品，譬如 iPhone 殼保溫瓶亦都可以即場落單，而打後在展會之後去到12月之前都可以去我們20間 Tiny 微影的分店那裡拿的，是的。這個呢就是即時可以創作的一個過程啦，今次呢很多謝粵港澳大灣區動漫文化協會會員的支持，包括是文化傳訊，將最經典的中華英雄同埋呢個小林一些畫稿是很限量的擺落呢部機，讓大家可以即時可以用呢啲咁經典、咁受歡迎的畫稿咧，可以即時創作個 T 恤，而可以甚至乎咧即時可以著上身嘅。如果見到咁巧見到阿黃生咧，咁固然都可以揾佢簽名啦，係咪先？嚇，咁啊機會啦，係啦。另外咧，喺正文社咧，亦都係大力支持啦。一個小朋友界好即係我女兒都成日睇嘅，叫《大偵探福爾摩斯》，亦都有依個 IP 喺部機可以俾大家即時印，就係頭先嘅 T 恤同 tote bag 嘅。咁而我哋攤形微影咧，亦都今次咧係帶嚟一個香港重機一個香港BDC 嘅 IP 啦，咁啊搜曬一個999套嘅盲盒一個創作啦，同埋大家可以睇下呢啲，咁可以即時印下。除咗因為咧除咗大型 T 恤咧，小朋友嘅 T 恤咧都有5個 size 可以揀嘅，係啦，咁可以做一下啲親子裝嗰啲。咁總括一下啦，我頭先咧由我是第10個講，應該最後一個啦。咁我見到嘅係咩咧？係啦，我見到阿 Ryan 啦，帶領電競創作啦。我見到阿黃生60年後講 Web 3.0，我見到 CP 俾個機會我哋將一個創新嘅服務帶入呢個展會。見到我哋Hong Kong BTA 講漫動力同埋阿 Ethan 由呢個鐵人兄弟到原創作18年啦。咁我見到咩咧？我見到兩個字創新。總括嚟講，我哋依個服務咧都係一個創新嘅嘗試，咁希望大家支持。而企得喺度嘅各位記者朋友同嘉賓咧，我想用12個字去總括今次嘅分享嘅，就係做好香港動漫，說好香港故事。咁大家繼續加油。